Hello， 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只要一颗虎爷的主播虎牙可可。那今天呢，推荐给大家的这款黑色丝袜，质感是不是超好呢？其实黑色丝袜呢，它是最能够看出一个丝袜的质感的，因为很多黑色的话，它们都会有这种颜色不均匀现象，或者是很就是看起来就很粗糙的样子。但这个看到没有，它真的是肉眼可见的细腻。那可以看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个皮肤呢，可以看它有一些这种毛孔。但是如果你穿上这款丝袜，看到没有，它真的是能够起到一秒遮瑕和细腻毛孔的一个作用，真的是把皮肤衬托的就感觉非常的光滑，就很好。然后这款丝袜呢，它是一个无痕版型的，无痕版型呢，就是呢也是蛮给它加分的，因为这种款式设计的袜子呢，一般呢价格会偏高一些，而且呢就是看起来就比较洋气，比较高级的一个款式。它呢是一个这种低腰的一个设计，低腰设计呢就是到我们肚脐下的一个位置。然后这种无痕版型呢，它的这种腰边呢，它是带一点压力设计的，我这样去拉伸它呢，我都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压力所在。它呢就是能够起到松垮的一个效果，像一些有妈妈臀的一些女性呢，其实可以选择穿这种无痕版型的。它是个带脚型设计的，脚尖呢也是个脚尖透明款的。这个袜子的质感呢，我觉得它让它的这个脚尖部分呢就看起来真的很好看，搭配凉鞋穿肯定也是贼漂亮的。那我又拿了一款黑色的丝袜跟它做比较，大家就能够看到它的优势所在了。这个袜子呢，它就是一些质感偏差一点的，那可以看它呢，就是有这种颜色不均匀，它的这个浸透感呢，真的是比较差的。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它有多好看了，非常的清透，而且颜色非常的均匀。然后这个腰边的这个布料呢，它是双层的一个设计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地方的缝合线呢，它都是做的比较结实的。看一下袜子的一个质感。也是比较光滑比较细腻的，那这么有质感的黑丝呢，相信它的上体效果呢绝对不会差的。它的效果呢，我一定要给它5颗星哦，这个效果真的也太好了吧，把你的每个毛孔呢都遮盖得非常的完美，衬托得很光滑很细腻。一款黑色的，它不仅有遮瑕的能力，它的显瘦性呢也是非常 nice 的。毕竟呢，黑色呢是所有颜色中公认的最显瘦的颜色吧。不能说黑色丝袜好看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。那就像今天的这款，那一定适合你们所有人哦，直接能够让你整个人的衣品还有气质呢大大的提升哦。那今天呢就给家。